因小货延城的路二段南往北行驶至民权西路欲右转时，不慎碾压行人穿越道北往南小跑步倒地自行人。大同分局呼吁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》第94条，汽机车行驶时，驾驶人应注意车前状况，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。驾驶人于路上行驶，应专注于前方人、车、路况等动态。